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咖 Irene， 我们今天准备要出发去 N 家 ，N 是我的朋友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明天要去滑雪，对，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明天要去滑雪，期待，希望是白白世界，明天要去。好，走吧，要往哪里走？然后呢，我们明天呢，我们等一下去之后就要立马睡觉，有可能吧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隔天是3点起床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是4点的巴士，是吧？我应该没有记错，他4点半，好，4点可以多睡半个小时好了。哦，不要看我们现在都穿的很少，好，它比较爽，我里面是短袖。真的好热。据说那边是-6度，妈，是吗？Okay, yeah.
这里的太阳是真的。成功了，这样吗？你再掉一次。